前的位置是在富里，农地是左手边这一片哈，上面是种植萧楠还有蜂香，之前是种甘麻啦，还有苦茶。山水的管线在这边哈，这里，然后坐胶管，蓄水池在前面哈，水已经关起来了啦。之前有草比较少的照片哈，我影片后面会放上去。另外一个界点到啦，萧楠这个地方哈，环顾四周，现在看不太出来啦，飞机飞上去之后就会很明显。环陡坡哈，我发现到一个蝴蝶跟独角仙。另外一个界点在这边哈，七里香这里，我从竹子旁边这样绕过来的。好，环顾四周，右手边那片啊是后湖另外一块农地，之前有拍影片做介绍的。另外一个界点草太长的话，我就不要走过去了，我用飞机飞。花莲是一个狭长型的地形，从最北的秀林新城，中间的中继站光复瑞穗，一直到最南的富里，所以在看影片的时候啊，可以选择播放清单这个位置给它点下去，会看到花莲以北以南各个乡镇的农地都分类好了。另外说明栏的部分可以点选显示更多，点下去之后再按更多内容详细资讯就可以看到咯。